哇，来了清一色，清一色来了五八条，哇，蓝湖哎，打八筒，两家清一色，哇，玉红会不会直接自摸？危险，五八条摸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哇，八条结对，哇，来了清一色啦。哇，这蛮精彩的、啊，两家都玩清一色，这现在真的是到了这个极限操作的时候啊。主要他现在就是所有三四五六条都可以碰，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他都可以动，他都听牌了，精彩了哈，精彩了。而且现在各家除了只超哥一进停，碰起来吗？碰起来了哈，直接来一个停，来先单调啊，不，先听四七条。我来帮他看一下四七条还有几张、啊。哎、欸，他如果再碰，会不会变清一色碰碰虎？有可能。要就给他做到最大。四七条还有两张啊！四七条。哇，我有四饼。我的心跳有一点开始加速了。张子哥，人家一开始就给你打抓到哎、欸。对啊，他是不是用这个来迎接久违的我？然后凯平这边听的是中洞的三饼，杠起来吗？八条可以杠，杠上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刚因为他这个牌四七条在他眼中还是蛮漂亮的。对，哎呦呀，再来，再杠上，哎呦，哎，大家会不会跟着紧张起来啊？找个看能不能那靠张来做一个转听啊。这个六条会不会碰？会不碰？不碰啊？碰了就太明显了，我猜啦。而且四七条在他眼中，哎，但是你看哦，他这个选择也是对的哈、哦。他碰了零支啊，对，他碰了就变空听，因为马克是不会再去拆那个条子挂了。对，还是凯平这边摸到四条，哎、呦四条清一色，哇哇，一开始就来这个大道哎、欸，恭喜蔡明胡到了清一色啊，那凯平摸到了这个枪张绝四条。所以我，哇哇，那现在你要走酒桶吧？你啊，这样子有听吗？没听啊，我们发哥没听啊。五六七，这个牌就是慢掉啦。刚刚吃那张七筒就变慢了。我这把牌有意思哦，因为其实很少你会拿到那么多的筒子，或者拿到单一个物件的时候，其实你会思考很多事情，因为你思考说怎么样才有把劲。但是他的蛮好想的，我觉得啦。我觉得他的，因为你五筒就三张挂在那哦。对，走南方，对啊，要走清一色，对，要么他这个牌你已经打成这样，就走清一色。有有。人家都说原来如此，因为他这样子。那现在听了，听中弄八筒。对，来了，来清一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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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清一色，他哎。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干嘛不糊糊了啦？糊了啦，糊了啦，糊了啦，不用看的，糊了啦，糊了啦，讲糊了啦。五糊有讲啦，有讲糊，但是却可惜哎。哦，大过去啦，大过去个，哇，金银色啊，哇，金银色中洞啊，二万，二万，这个好像留不太住哦。对啊，对，卡八八饼，哇，更美，五八。转五八，我天哪、啊！二五八，二五八，二五八饼，二五八带三饼，二饼没了啦，五八啦。二五八带三饼啊？二五八带三吗？嗯、哦呦，他知道带三吗？他应该知道带三啊，他是知道啦。三头顺外加大螺丝，二五八带三，这么水，三饼没了啊？二饼也没了，那就是五八，就是五八，五八就很美了。五八很美，五八水到爆。不知道，目前曹凯也上车了，听四七万，丙红清一色跟第一名的对点，我的天啊！那池良的清一色，这个倒牌应该池良傻眼吧？傻眼，傻冒眼嘞、欸！清一色，清一色，恭喜丙红！清一色碰碰我，我靠！你这是什么？因为我看没人拿二条，这个清一色碰碰虎的机会有的很有，而且六条。
你跟着乔治哥，现在还没人怀疑你嘞。四条碰碰起来，碰起来，停牌了。我觉得应该停牌了，停牌啦、啊，但是停得很丑啊。二条八筒，二条八锁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哦，七锁停卡七锁，但是可以转成碰碰虎，是不是停卡七锁？对，对，停卡七锁而已。卡七锁，一声鼓掌。哇！可是如果这时候出九条或是二条。就碰起来打六条，打六条，青色碰碰虎，看起来像丁乔之歌。对对对对，其实伟杰是在确定好才要摸牌，是先确定我确定是七锁，对，是七锁，没有错。那这个这么早期的七锁还没，这现在大家还在跑牌阶段，没有七条可以摸，蛮可惜的。有没有其他条子？没有。哦，乔治哥不能碰牌，碰了没听。我怎麼走球去吗？我怎么觉得乔治哥也在做清一色？乔治哥是凑一色带清一色，七条来了，七条来了，吴伟杰胡牌，清一色边张打到哎、欸，吴伟杰胡，而且是对点第一、第二名、第一名，七条了，只有七条，没错，只有七条。啊，他的手牌哇！等一下，这什么？是清一色吗？不要不要不要讲，我故意不讲的。啊啊，是哦。因为我每次讲出来都会破功。来、啊，我们来认真看。没关系，虽然你已经讲出来，你就认真看就好。五八筒吗？左手我看一下。金华来了，对对对。左手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算你的。这个给他看一下，给他看一下。现在 N 号是打二筒吗？那一五八筒啊。他听什么筒？五八筒，五八带七吗？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没有，只有五八。因为都已经这样了，对吧？五八带四。带七，五八带四啊。金华来了。他三暗客要胡到五八筒，胡到五八筒才有。其实有时候三暗客这东西，自摸是一定有，胡牌要看的。我们帮看看八筒没了，五筒没有啊，他四筒来，他自己摸到也是三颗啊，自己摸到。对对，他一定要，可他胡到的话，胡到也是啊，好紧张，五八抓出来，八筒没了，来了啊，来了，哇，清一色，天哪，好，没问题，天哪，没有事，哎、欸，人家有事吧，有四筒啊，我刚刚看有事啊。有啊，有四筒啊，有四筒，有四筒啊，有四筒。对啊，恭喜蔡明，五八万还有几张啊？八万是没了嘛？哈，五万还有两张，一张，一张，对，吃倒一张，手里一张，自己拿了一张。啊，这把很关键，一万有的吃啊，吃起来听二万清一色。哇，中洞二万的清一色。太二万太刺激了，二万还有两张比五八、欸、海底一张哦，好，剩一张，一张对一张，五八万一张对二万一张，好紧张哦，清一色，我们这个二五万来了来了来了，哇，我们的三道清一色之魔，太扯了，哦，太扯了太扯了，太扯了，哇，真的是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啊，这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，哇！啊，他终于露出笑容了。对，可是他还是很腼腆，很腼腆啊！这是精华了，精华精华哦！主赛是清一色自摸，而且是现转即摸，哎，真的，本来是卡二万，应该是我